透过外馆的帮忙，整个的食宿的费用大概少了70%。因为我心肌梗塞，那不然外高玻璃啊，我一定爱死。了解我们状况之后，就是用非常快速的方法，让我们当天下午就拿到。真的是帮了我很大，大就是像家人一样。外交部海外急难救助，让您安全又安心。出国请记得0800-085-095，外交部关心您。